我们白队呢，真的什么没有了，重炮最多后，这两位大咖的重炮还没有上场，现在都已经是拿下十分了。先访问一下邓志伟了哈，邓志伟，昨天群垒打大赛，我要问你的是，你觉得郭俊佑你的队友昨天群垒打大赛表现如何？他打得太稀了，所以好球坏球都不准，就一直打，所以全垒打的不够多。如果在他那一组的话，应该是打到冠军赛。是是是，你有没有考虑郭俊佑的心情呢？那郭俊佑，你觉得邓志伟昨天打得如何？他就说我好坏球都打得太急，那前面就有一个失败的例子，那他还干嘛学我呢？明星赛互相吐槽一下，不过邓志伟小邓呢有讲说，周广胜为什么要找他来担任卫球投手？因为你说他的球很欠打，他的球怎么欠打？这样打，这么欠打就对了。好，我们最后要来模仿一下陈俊辉的招牌动作了，好，再把球时间还给主播球评，我们来模仿一下，三二一。好，再还给主播球评。谢谢。